細個嗰時，爹哋已經好中意賭錢，邊有老婆啊中意自己老公出去賭錢㗎？嗰陣時日日都加住六幣，冇事聽。記得阿媽，爹哋因為出去賭錢，同媽咪嘈交。但係嗰晚好特別，爹哋冇理到，佢照出門口，媽咪突然間抱起我。他向住楼下巴士站大喊：陈启明，你再唔翻上嚟，我掉你个仔落街！爹哋嗰阵时吓到呆晒。当然，佢最后屘都翻翻上，因为佢知道喺嗰个情况之下，妈咪真系咩都会做得出。我阿妈好火爆噶，做佢个仔一啲都唔易。我就是她老公，我就快先你结婚之后多唔多倾心事啊？切，成日出咗去都唔见人，有乜好倾啊？有人话婚姻系承诺，系责任，系要靠两个人共同努力先可以维系得到。交啲事啊？你讲咩先？你知唔知啊？喺张世冇几耐嗰阵啊，我见佢永远得个千零蚊人工。我咪介紹我公司做倉務咯，點知佢啊做咗兩個月咋就話唔做咯喎，要供個 van 仔啊，打自己工啊，我睇識佢做唔住噶，但佢又唔聽我講，佢哋仲衰，跟埋嗰班咁嘅豬朋狗友，唔係吹水就係賭錢。我見你咁樣，就特登揾阿表姐同佢傾下啦。咁你表姐係社工嚟噶嘛，會聽人勸啦。点知佢都系唔听我？你话我咩都做晒噶啦，呢咪男人冇用就系冇用啦。其实呢都系你自己谂啫。星玲啊，求你话俾我知，我应该点做？阿心。阿森，埋位啦。可以开始啊。去边啊？出去行下。三更要出去行咩啊？婚姻如果冇咗我，就好似一出话剧。在第一幕已经是剧终。你不要给我看死你，你去得哪里就群埋你班猪朋狗友。有哪个演员会在剧终之后仍然努力的在台上演戏？你现在这么慢慢走出去，不用你同家的了。有哪个做仔女有权要求一对失去了爱的夫妻仍然做好我哋做父母亲嘅角色？你而家咁讲咩意思啊？
你自己冇出息，仲想投诉我？人总系未尽自己嘅本分，就系要求人爱能够遮掩一切过错，但系人听到而唔行动，就好似人走埋块镜嗰度，去睇到自己本来嘅面貌，但系走咗之后，随即就唔记得咗。你有冇帮我谂下？人唔记得咗，人每一个都系罪人嚟啊嘛，系靠着主耶稣基督嘅宝血去遮盖每一个人嘅罪。爱能够遮掩一切过错，唯有用爱，才能够使到一出嘅话剧，从第一幕按照住剧本演到最终为止。今日你愿唔愿意去用爱遮盖对方嘅过错呢？你咁中意赌嘅？闷啊！不如咁啊，下次如果你觉得闷，你找我，我嚟陪你啊！好啊。妈，咩啊？最近你激到你咁嬲，我知道系因为冇喺你个角度谂过。对唔住，嗯。